赵丽颖代言迪奥被炒喽。举报风采的 AB 粉是存心给主子招黑吗？巴黎时装周最大的八卦就是赵丽颖被官宣为迪奥中国区大使了吧。这个 title 可是和几个月前的安吉拉一毛一样的呢。好在 baby 第一时间冒泡欢迎新成员，不然吃瓜群众还以为他被换掉了哦。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这一定又是场大规模口水战。 AB 粉在吐槽赵丽颖太土和没有时尚感之余，还非常膈应这种所谓的空降行为，说自家爱豆11年就开始抱大腿，熬了6年才熬出头，赵丽颖好像什么都没做就直接代言了。为了从一众候选女星里脱颖而出，天宝这些年确实付出了很多呀。请欣赏官方版本的上位史。几个月前官宣大使被网友群嘲某宝饭，还历历在目，怎么一转身吐槽起赵丽颖来就变得那么高大上了呢？两位的气质都和传统的高级脸不符，就最近的造型来说，同为迪奥带货的赵丽颖 baby 精修图出来其实差不多，都挺美的。真买水军吗？不是猪类小便们泼脏水，而是这似曾相识的手法。举报微博导致不能转评赞，官博底下凌晨2:30刷差评，这熟悉的配方，黑人的套路，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之前的天宝 KO。 天仙八个网友也说了，今年天宝连续两个代言被小赵取代，内心不爽是肯定的，但俗金主爸爸要找谁，通常是简单粗暴的谁红找谁，也不是粉丝能决定。第一，小花丝代言 Who can who up 卡至于高贵的蓝血子蒋碧格，这种事雕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哦。从刘亦菲到 AB 赵丽颖，迪奥愿意背着乡土气息的锅做营销，咱们这些买不起的吃瓜群众也不可能像 VIP 那样闹脾气。484，赵丽颖的时尚度确实有待提高，但如今活跃在机场高铁的带货女王们，那个目有黑历史。时髦这个东西，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资源和造型。我现在的经纪人黄斌就是之前被粉丝说压榨颖宝的那个，好歹也是带过教主的人，私资源能力杠杠的，代言和杂志封面通通没有放过。今年颖宝的时尚资源用好到飞起来形容绝对不算过分了，都是一线流量小花。既然 baby 能凭时尚度带货，赵丽颖靠人气和演技撑台面也说得过去了。女明星都不会身材差，要和奢侈品互衬，最容易区别于其他人还是气质。大家之所以觉得刘亦菲才是最适合迪奥的小花，全都因为天仙身上那股不食人间烟火的 feel。 大素小主非常认同某位 UP 主的话，戴尔选择赵丽颖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棋，很少有人还记得如今的宇宙大牌创始人也曾经几盘交迫艰难谋生。赵丽颖自身的经历和不服输的性格正好契合了一部分迪奥的品牌精神，每一个平凡的女孩整图都可以是星辰大海，听起来也挺热血的呀。即使不是贵妇二代，没有嫁入豪门望族，也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实现公主梦。就像她自己在星空演讲说的，一旦让我抓住机会，我就不会放过。有拼劲真的歪瑞重要。雕牌全球代言人小詹詹也不是好莱坞女星里最漂亮最时髦的那个，好看的面孔有很多张，圆圆脸不服输的赵丽颖只有一个吗？最后小主想为刘亦菲远程加油。纵观今年的小花代言大战，杨幂除了 MK 还有雅诗兰黛
和伯爵系列流失时有香奶奶彩妆和 Todd 大使堂烟。有 Ellie 和资生堂 Baby， 除了雕牌还有 Dunk 和豪雅。你有 Tiffany 和 Duxy 眼镜学李荣浩。汪小菲蹭打 S 巴掌没放闪。大 S 与汪小菲育有一双宝贝儿女，结婚近7年，感情依然如胶似漆。昨中秋节，汪小菲晒出与大 S 脸贴脸合影放闪。不过最令网友惊奇的是，汪小菲手掌竟恰好与大 S 脸等大。照片中，汪小菲捧着大 S 的脸，嘴甜夸赞老婆脸好小，动作神似李荣浩强吻杨丞琳放闪的幕。不过大 S 脸不仅没被挤爆变形，反而确认他的脸是巴掌脸，网友笑亏人夫手段果然不一样。这时有网友留言，大 S 此时应该在想，老公请你不要把我的粉底蹭掉。没想到汪小菲认真回复，我老婆从来不打粉底，谢谢。场面顿时有些僵，其他网友帮忙救场，他网友只是开玩笑啦，大 S 皮肤这么好，说不打底我相信。汪小菲应该是指大 S 在家不擦粉啦。陈乔恩躲厕所面露恶煞。壮年 Angela Baby 4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许多艺人都开心地放上聚餐烤肉照。不过在大陆发展的陈乔恩却曝光了可怕的恐怖照片。陈乔恩则在微博曝光两张照片，并提到这是躲在厕所里拍的，就是要营造拍鬼片的气氛。许多网友看了这照片，吓得纷纷留言说，哈哈，吓到我了，赔钱，感觉厕所好小。阿姨最近喜欢上色戒的吗？演什么像什么，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鬼。不过也有网友发现某些角度，壮年似乎壮年 Angela Baby 学李荣浩。汪小菲蹭打 S 巴掌没放闪。大 S 与汪小菲育有一双宝贝儿女，结婚近7年，感情依然如胶似漆。昨中秋节，汪小菲晒出与大 S 脸贴脸合影放闪。不过最令网友惊奇的是，汪小菲手掌竟恰好与大 S 脸等大。照片中，汪小菲捧着大 S 的脸，嘴甜夸赞老婆脸好小，动作神似李荣浩强吻杨丞琳放闪的幕。不过大 S 脸不仅没被挤爆变形，反而确认他的脸是巴掌脸，网友笑亏人夫手段果然不一样。这时有网友留言，大 S 此时应该在想，老公请你不要把我的粉底蹭掉。没想到汪小菲认真回复，我老婆从来不打粉底，谢谢。场面顿时有些僵，其他网友帮忙救场，他网友只是开玩笑啦，大 S 皮肤这么好，说不打底我相信。汪小菲应该是指大 S 在家不擦粉啦。陈乔恩躲厕所面露恶煞。壮年 Angela Baby 4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许多艺人都开心地放上聚餐烤肉照。不过在大陆发展的陈乔恩却曝光了可怕的恐怖照片。陈乔恩则在微博曝光两张照片，并提到这是躲在厕所里拍的，就是要营造拍鬼片的气氛。许多网友看了这照片，吓得纷纷留言说，哈哈，吓到我了，赔钱，感觉厕所好小。阿姨最近喜欢上色戒的吗？演什么像什么，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鬼。不过也有网友发现某些角度，壮年似乎壮年 Angela Baby 学李荣浩。汪小菲蹭打 S 巴掌没放闪。大 S 与汪小菲育有一双宝贝儿女，结婚近7年，感情依然如胶似漆。昨中秋节，汪小菲晒出与大 S 脸贴脸合影放闪。不过最令网友惊奇的是，
汪小菲手掌竟恰好与大 S 脸等大。照片中汪小菲捧着大 S 的脸，嘴甜夸赞老婆脸好小，动作神似李荣浩强吻杨丞琳放闪的目。不过大 S 脸不仅没被气泡变形，反而确认他的脸是巴掌脸，网友笑亏人夫手段果然不一样。这时有网友留言，大 S 此时应该在想，老公请你不要把我的粉底蹭掉。没想到汪小菲认真回复，我老婆从来不打粉底，谢谢。场面顿时有些僵，其他网友帮忙救场，他网友只是开玩笑啦，大 S 皮肤这么好，说不打底我相信。汪小菲应该是指大 S 在家不擦粉啦。